是喵喵，我是陈静娃。元宵节快到了耶，今天我们要来做汤圆料理，炒啊汤圆烧爱人。为什么元宵节要吃汤圆？因为汤圆圆圆的，象征团圆，所以祖先都喜欢吃汤圆来庆祝元宵节，好运一整年。汤圆，好的，啊，粉红的，五星连珠，我吃掉，吃他的帽子，你干嘛偷吃我小矮人呢？一个绿色的。小矮人，大帽子，这个好胖哦，好可爱哦。这个，他的帽子比较小。他长得好像被霸凌哦。哇，粉红色的小公主哎。他想睡觉。那他休息一下。好了，六个小矮人的雏形完成了。他在哭哦。没有啦，他看起来很衰。我要上一下眼线啊，还可以吧。我就不太会化妆啊，你要我怎么办？他们好像什么诅咒的小矮人哦，好吃。这样你会想吃他们吗？会啊，有草莓就好吃。小矮人的爱好，草莓酸酸的，就把汤圆的甜给这个粉红小公主。戳他。Yeah! 怎么了？龟儿子。怎么了？干嘛啦？芝麻的啦，换你了。看我吃这个龟儿子。你的是女的哦。如果草莓是甜的的话，会更好吃。但是酸酸的也有一番风味。元宵节那天，大家记得要吃汤圆哦。祝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团团圆圆，跟你一样圆圆。你才圆圆。团团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一个订阅哦。试试看这个超级厉害的草莓汤圆小矮人。到了，好痛哦。